华春莹，台湾是中国的台湾，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。问，10月3日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表声明称，美方对中方在台湾附近军事挑衅活动深表关切，此举亦引发误判，破坏地区和平稳定，敦促中方停止对台施压与胁迫。美将依据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给予台湾关系法，对台六项保证维持对台承诺，支持台加强自卫能力。中方对此有何评论？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与意志坚定不移。